举举办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办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办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举举办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办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办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老师怎么办？哎呀，好累呀！我把吃棒棒糖的力气都用上了。你们来得正好，菲菲和小呆呆武灵所内的武灵之力很快就会消耗殆尽了。什么？迷糊老师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TF Guys 芭蕾舞团没听过？是 TF Guys 芭蕾舞团的门票，还是五张？那是什么芭蕾舞团？没听过啊？我知道这个舞团最近很火。没兴趣。猕猴老师，想不到你还追星啊！不，这是我在超市买纸巾抽中的，你们拿去放松一下。看看表演，找找需要帮助实现梦想的人，这样就能缓解武灵所能量的枯竭。这个办法好，我们出发。上场了，天鹅湖什么时候改版了？我倒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。这个文女在搞什么？我要成为一名首席舞者。哇，好强大的梦想之力。这么强大的梦想一定要吞噬掉。表演太夸张了，简直就是浪费我们的门票。哎，这不是刚才舞台上那个人形移动龙卷风吗？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呀？别怕，告诉我们，正义的武灵卫一定帮你主持公道。没错，舞团把我开除了，我的梦想无法实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经理说我有108个致命的缺点。108个这么多，都有哪些呀？第一，太胖太麻烦。第二，太胖太麻烦。第三，太胖太麻烦。放心吧，有我们在，这些都不是问题，你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。太好了。温妮，你的武艺已经很不错了，主要是你的体型还有团队合作影响了你的发挥。那该怎么办呢？
我们来帮你塑身吧。塑身什么意思？塑身就是瘦身，再通俗一点就是减肥的意思。啊，明白了吗？啊，七八九十，加油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加油！又有食物！这可是我一年份的棒棒糖啊！我不吃饱，怎么有力气减肥呀？啊！啊！怎么没瘦下去？还比原来胖了两斤。怪你。你到底在哪里？终于找到你了。这么一会儿不见，温妮的梦想精华稀薄的几乎没有了。不过有我在，一定会帮你找回梦想，到时候梦想变浓郁了，再吞噬掉，一定很美味。既然没办法成为首席舞者，那也没有必要节食减肥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尝遍各地美食。孩子，你把音乐调低一点了，你吵到别人了。我离顶级吉他手又前进了一步。你也同意对不对？虽然我是一名快递员，可是我的梦想是成为顶级吉他手。客观地说，技术确实不错。你想成为优秀的芭蕾舞演员？你怎么知道？其实很多时候，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自己真正擅长什么。可是我该怎么努力呢？不管怎么跳，我的芭蕾舞还是没有起色。要成为首席舞者，不一定就要跳芭蕾舞。跳现代舞也能跳出一片天。哦，你说的好像有道理。跟着我跳，温妮。跳得很好，继续，温妮。怎么那么吵啊？哇哇哇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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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哇哇哇哇哇哇！耶！哎呦，小姑娘，你跳的真棒啊！谢谢大妈，我觉得我的身心得到了释放。温妮的梦想都回来了，很好，很美味，尽情的吞噬吧。温妮，小心！守卫之力，武灵变身！哎哎哎哎！什么人？啊！呸呸呸呸呸！真难吃！温妮，快找个地方躲起来！他是吃人梦想的怪物！什么？
要不是武林卫暗示，我早就得手了。啊！阿凡尼，你快跑啊！你越难受，我就越开心。投降吧！啊，五灵锁怎么突然失灵了？哎呀，这是哪来的小不点儿啊？快停下！哎呀哎呀，停下！玩得正开心呢，才不要停下嘞！哎呀，好晕呐！找到温妮了吗？救命啊！好像是小猪猪在求救，在公园那边。不好，猪猪侠有危险！守卫之力，武林变身！守卫之力，武林变身！小猪猪，我们来了！武林卫。水帘鹿鸣风，猪猪侠，你没事吧？武林熊抱虎，可恶，竟然又让他跑了！啊，我好晕呐！猪猪侠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们的帮助。我已经知道梦想应该怎样去实现了，再见。温妮，加油啊！再见。大家快过来看看。太棒了！温妮找到了属于她的舞蹈，她实现了梦想，太棒了！我真为温妮感到高兴、干得好，温妮！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我是。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友情来帮忙，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爱的正能量，让我学会自信和